A 姐，我啊，每天啊表现啥？过来要算数，五减二等于三。还有进步啊呢，哇，五减二等于三呢。五减二等于三，受我们空。这下杀空了，哦，你阿妈呢？这几百人，这看你阿妈。天哪，阿妹我阿妹是牛刀的。我也是想坐，我出来吃的了，无钱，死了了，死了啦！一难找。这些鱼。啊，你过来一样吧。你过来要有人捞的无？过来有人捞，有人捞。下行湖里没有湖里，没有湖里。帅鱼无啊？水鱼没了。老人会包老不？两包够吗？可以，两包有两大包。啊，这有四百一包啊，一包十倍。四百二，四百。不要，这你看大家感觉要听老人讲。小块。来，多利鱼我问第二下，多利鱼完全无饲，甲碧蒜鱼佫无饲，连骨头都无。对哦，等于算免买走，对，做火锅啊，好食，安那？做纯做种第三包，包四百，包十块，包四百，好不？好。阿哥，我那个爱鹅。好来，好来，好来。最后一个。好。鱼豆你要一包是吧？好。哎，你买红条的哦。我讲买有包。我鱼豆想包鱼啊哦。是啊，你上班啦，还叫两包。啊，这多利无人买哦，只能买两包啦，这就。好，我问一下，这有人买无啦？只能买两包啦，两包要开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这完全无饲，两百块了。两百二的啦，两百无人来多利啊。好，你刚才给我带多利来。来一百块哩。错咪？哦，啊，你骑久的无？
刘宇欢，刘宇欢两包，啊，一百块来了来。还要为什么？还要找我吧？我那么犹豫花不？我那么犹豫花呀？好，我来买来，那么平好票来，平好票来。还没留。老人婚。八块。为了八条好不好？啊？能八块。老人八一啊？哎，老人八条不进了，能八条了，能回个三八了。还有老人婚而已啊。好，八块。是啊，你的朋友更老啊。啊，鲜鱼片没了，对不对？啊。鲜鱼片还有吗？没有，剩整只的。鲜鱼片没了哦，只剩下整只的鲜鱼哦。朋友，请个香麦来两百块。过来，过来。看到柯基吗？没有，他没有来。嗨，那边小妹妹来。啊？那位招你哦，招你一位。好啦。那位好，我来。你先来位招。对啦。你两百。无要紧啊，无差啊。我都跟你讲，反正我都拢在去，好买一撮哈，你买一买就拢无差。我都讲我就是今日有代志要去好买一撮，虽然讲爱处理三分钟啊，但我就是爱去好买。我四包三百，不要，一包七十五块而已呢，你要买一包就一百块。
这安尼五百哦，啊五百这六百，乘以乘以又加两百，乘三。好，来。啊，你搁一个大的好吗？明天会去土城延吉街吗？会，明天会去土城延吉街。水饺会会啊，水饺，你刚买在水饺，购买的刀。好。很大风。好贵吧？对呀，这贵啥的？哇帅，还剩八，剩太少钱，剩几块卖两百，剩十。帅老爸，看来多少 ？OK， 卖着卖着钱就上来，还着性地无好啊。冰块，有啊。今天没有码头，今天没有码头，码因为应该说码头卖光了啦，码头一早就卖光了。码头我还没来的时候就已经卖光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蛋黄鸡鸡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两千包回来。还有智慧招，200块，200块，我先卖200了，是谁？我人来呀哦，我无话不讲呢。堕落了，我配
有人来无？这一袋。好了，这我都分去啊，一袋。啊，要吃啥物？去嘞。冻起豆豆吃，三十颗不止哦，大概是五十颗，大概五十颗鱼头。叫谁啊？叫我吗？叫我吗？没啊，没事。你会在哪？他说我加工无半只，要不加工。你看下这只红条是成功。
200块的，算一个，包。哎，包鱼那没的。包鱼来包鱼。这包鱼那没的。无你也改过，啊！你换了我帮你啦。多谢小姐。嗯。你换三百米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一关于头了。头到伊了，来头倒留一个起来。要不留？我等下要早走的啦，我要摕予人的啦。我头一只留的，我是我要摕予人的啦。我等下再走啦。谁要的？这个给我。企鹅。企鹅就寄过来。我今日我等下要去伊遐。寄什么物件？哦，石目鱼肚。还够有无？啊？一肚尔嘛。哎，鱼肚安尼啊？你快寄完了，我无帮你留啊。还够一个布拉鱼。布拉鱼我无留着哦。哦，真的。哎。我无看，我无看到布拉鱼哦。是哦。哎。我有看到伊咧卡着。纯豆饼，那个一盘多少？200啊。对啊，我对啊。对啊，纯豆饼啊，配下饭啊。不然嘞，不是纯豆饼，那不纯豆浆。你们要不要喝饮料？不用不用，没关系。头刀旁边的是雪，你的雪有流，你的雪有流。头刀旁边那是那个玻璃鱼，你雪鱼我帮你捞。你鳕鱼有捞着，头刀有捞着，还佫两份卷啊，两份平肉卷啊，拢有哦。六八百。那个那个。
还有一份。这不会应该找他坐位。我刚好比你较少。拜拜。鱿鱼花你要等？鱿鱼花刚好有。没了。无啦，上班啦，吃过。你们较早讲的。对啊，要下班了。要下班了。对。下班了。对。我要出动救援。头刀肉剩几份啊？剩几份啊？头刀肉就剩一份呢、啊。左边留一包，我等下要提走的。阿松，左边帮我留一包，我等下带走。好拢买买啦。哎，咱买买，咱平手都买。你留一包，我收好买。哎，我你后尾买要请教来无？伊有啊，请教有啊。请教是对啦，是啦是啦，我咧清洗一下，我咧定装装。我
转不过去，镜头转不过去，我就帮忙看回去了。你过来挂尾环在哪里？没有鸡腿牌啊。鸡腿牌没有。收钱哦，千啊，现在是7:30就要下班了，以前8:30是我才刚到的时候。都是在大园吗？对 ，Amy Wang 礼拜三在大园，桃园大园，礼拜五在新北土城。礼拜一跟礼拜二，我在你心里哈。我不希望。下班了，小文。到哪里都有一段路，你们的路应该都没有我远啦，我每次都要300多公里耶。嘉义比较近，嘉义是我最近的路程，150公里。啊，我大园要300多公里，土城要300多公里，高雄新达港跟金狮湖。也是300多公里。够了啦。中午有想吃什么吗？啊，我那种 A5 和牛的喝啊。A5 巨无霸和牛排餐，你干嘛那么气人？乌啦，云林怎么没有和牛？
们那个光复路那边不是有一个什么云瞻牧场牛肉料理吗？好了呗。下班滚。嗯、啊。欢迎光临。好啊好啊，我下班啦 ，OK， 好。对，云林没专卖，但是有卖和牛，有没问题。